刚才那戴人凤那个狗，他差点把他给咬了，我都把他拉起上来了。他跟到在后头跳哎。我又来二的趟都是干。不嘞。那儿都回去嘞。那儿撞到了。哦，你背得到嘞哦。我背几板哈。你背完哟。我不背，我的手就越不受不了。我背。那我都南庄的哈。南庄的吧。他好好回来了。你在等他嘞？我装几板。我一直在等他。哎。现在都工基本上都工忙完了哈。嗯。今天有十八十九没得。还有十九，这个要过过好生的。就是那些一点生活过过。还是有点重的，这个那不是重那个呀，然后 OK 管理官就往前头抽一下哈，嗯，也来好昨天舍不得下来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一回啊！今天那个豆子可以，不错。我那边是等它干了再拆，你们这边它清。干了拆了还要落了哇？不落了嘛。你干了，它在坡上都落了，你拆。所以说要清的拆回来，拆回来干了然后再打。嗯。嘿。那两个狗还孝顺的，要吃豆子，小白。一来三喽，没有拍过来点喽，往我那边哈。没事，还是像刚才那个过吹哈。来，一来三。你看那两狗在吃豆子哎，莫去切，没好吃的东西儿。可以，那个车不错。